口，这牙口是慢慢香啊。哈哈，多米你来啦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咱们老铁一直关注的这个多米啊，大龄剩女，一直关注她，是看看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，有没有配上，有没有带胎。咱给零距离咱看一下这个小肚怎么样啊？今天38天了，应该是。38天了，可以逐步的慢慢给她增加营养吧？啊，我看着她没有以前胖，反正。但是肚子有所凸起了，对，但是它胸腔这块比较大，看看这个，我再来个，吃啥？吃个鸡，安排个大餐呀，大餐安排，小白条鸡儿，哎，这边，哎呦，打你了啊！你看大连剩女这骨架，等着，看着，等着。漂亮，怎么样？这小骨架馋得流口水了都。能，坐好，不许吃啊！你上哪去？你上哪？你看他这肚子，大家看一下他的肚子，这是没有吃饭的状态啊。他奶线都明显了。呀，这一盆你给他这有多少个啊？这是12个，不多。呀，就跟小鹌鹑一样，小鹌鹑鸡儿，这叫鹌鹑鸡儿。看多米的食欲咋样？尽可量的吃吧啊，过两天再大的话就不让你吃这么多了。你还挑挑拣拣呢？第一个吃的慢是品味儿，对，你得找找感觉，这到底是什么鸡啊？这12个对于他来说这量不小，满满一大盆。呀，吞了，越来越快了。别着急啊。这牙口是慢慢香啊。我的手不能动，我一动你就吃快，是不是？那你抢他的。咱家很多老铁都在说多米护不食，让杨哥现在亲自示范一下啊，因为他从小护食。哎呀，慢点吃。你看他吃得快，我一摸着他就吃得快。他不护食啊，他不会护任何食。从小就那时候护食护的老厉害了。慢点。他在守着他的盆子，你没看端盆子的时候，他那个嘴不离开啊，他就是守着。但是他绝对不会对人不会有任何的护食行为。行，小米，坐，不吃了，吐，坐，吐，坏了啊！不听话啊！这两个不能吃了。因为现在是孕妇阶段啊，孕妇阶段。对了，我就拿着这个鸡骨头啊，要谈起一件事来。咱老铁评论的时候就说，这个怀孕的狗不是说不能吃骨头，不能吃鸡骨头吗？容易化胎，容易扎破这个肠胃。不是说不能吃，而是说啊，等到这个吃的时候啊，尽可量的还是吃生的、熟的骨头。它这个这样掰开之后啊，它就是个尖状的。你看这生的，它就没事儿，就容易好消化。生的容易好消化。再一个就是啥，熟的
一般你们在外边买回来那个，它就里边加大料了，所以说它吃完容易中毒，容易化胎。OK， 吃完了。他干饭也很猛，很猛，有点上火了。哎，那个多米一点。啊，感动的都流泪了，这不是上火了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你看这肚子，你给他吃这么多，哎，这才属于正常的啊。这晚上就没你的了啊，晚上不能再吃了。晚上不给吃了。嗯。香不香？香不香？本打算这一盆让你吃点，让人家艾拉吃点的，这倒好，你自己干完了。那就把那一桶晚上给艾拉吃就行。嗯，艾拉晚上吃吧。你看他还上这找吗？不能找了，那桶里没了，不准找了。那桶里边不让你吃了。多米的骨架是那种特别壮，特别就是四肢有力，特别有力的那种。你看他作为一条母犬啊，对。母犬。看看。现在如果要是单凭他这个肚子和奶线的情况下，看着他已经带胎了。嗯嗯，但是不要猜测他身体里边到底有几个了，咱们。嗯，不管他生几个，只要是能成功的当妈，这一次就算成功了。对。你在外边活动活动吗？多了咱高兴，少了咱也很高兴。对，因为多米两岁了，即将两岁，第一次当妈，所以说很为多米而感到开心。包括咱家一些粉丝也是，多米怀孕了，可高兴可高兴了。多米，行了，玩去吧。多米头一胎的话，我感觉，嗯。会很会带，因为他毕竟年龄大一点了，应该是不用管的，希望吧。估计是没问题。嗯，那以前拉开的时候也是那样，拉开的时候也是一岁多一岁半才生产。嗯，好了，干嘛这是、啊、你还没生宝宝呢你就开始撒娇、嗯、我摸一下看看，感觉不出来啊。嗯，你还护肚子呀？我一摸它，它扭头，找我那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大家看它的奶线，从这个方向能看得出来。嗯，这才叫奶线呢。确定90%的确定你怀孕了啊？那个10%只是盲盒的时间，只是大家猜盲盒的时间啊。多米生产的小狗会非常的漂亮，铁树开花，然后等待的就是铁树结果，结果完了就是果实落地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很凶啊，它对其他的狗，这个多米是很凶，性格特别暴躁的那种，但是在主人面前你看没温顺的，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。夸你了，多米。尤其是在鸡羊面前，你在我面前你就别提了。稍微活动活动啊，不能大活动。这叫好不容易怀上的，咱们也得小心小心，再小心。你找我来啦？我夸你了两句，你对我好了是不？是不？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！不行不行不行，一会儿弄我一身。干嘛呀？哎呀，恭喜多米吧，咱们大家同一时间恭喜多米啊。你别叫我多米，来，我摸着你，别来我跳了啊，刚吃饱了，别跳了啊，行，玩去吧。多米还会握手吗？你让他坐下握手。估计早忘了。你试试试试。多米坐，握手。坐，坐，坐人，坐下，行，坐。你得严厉一点啊，对。握手，
他知道握手，你蹲一下，蹲一下试一下，反正就是啥那个他装米已经握手握得很好。哎，这个是换手换手，好，握手握手握手。哎呀，越大越粘人。嗯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我走了，你俩待着吧，我走了我走了。